情绪冲上，争取重建现场，得到真相。情绪冲上，争取重建现场，得到真相。情绪冲上，现场，得到真相。阿月，你发现了吗？发现现场的盲点了吗？所有的死亡都一定有原因。方医院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逃亡之余，立刻发布紧急具体。你叫我不要回家，还把我约来这里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在躲警察对不对？你就不能把一切都告诉我，让我不要担心？薛法医，我是认为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医生，死者的指甲缝中找到一些皮屑，经过化验结果显示是你的。方玉任是不是跟林景睿很亲近？现在已经两个人死了，我们是认为方玉任跟已逝的林景睿跟当年坠亡有关，必须重启调查。当年的案子你先拿出来说，现在是怀疑我啊？你没有跟我说，你在这里面怎么工作？我有没有跟你说对你来说有差吗？这张照片是15年前拍的，照片上的人全部都是凶手的目标。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这些人？我有个东西对你来说也许会有用。这个案子跟你没有关系。那我的事情你以后也不要管。我跟夏明明讲很久了，我怎么觉得他藏着什么秘密？我现在必须找到他，现在马上。凶手是不是故意在误导我们？法院，你女儿的指纹出现在现场。法院，我们的工作是找出真相，他想要隐藏什么？徐姐，是他们留下什么讯息？方医院，你发现什么了？凶手一直在布局。方医院会不会有危险？把方医院找出来，我不要再看到下一个被害者。你们一定漏了什么细节？